2010年到2012年这十年是胡温执政的十年，这十年中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中共十八大即将换届的时刻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玉文撰文分析，胡温执政十年间很多事情因为受到钳制而未能完成，其中包括十个方面的问题。文章登载在大陆财经网，但很快被删除。 这篇文章题目为《胡温的政治遗产》，文章说，胡温在执政的十年中尝试了一些制度改革，但也有很多事情或问题受到各种条件的钳制而未能完成和解决，只能留给继任者去努力。不过，时政评论家恒河认为，胡温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，他们受到的钳制其实正好来源于共产党。 大陆作家铁流认为，毛泽东的暴力思想不解决，胡温习他们也没办法。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是打着毛泽东旗帜卡位。习近平也好，胡锦涛他们都知道毛泽东罪恶，但是他们不敢言声，因为这个体制是毛泽东写进了党章，写进了宪法，他们同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。对文家帮处理胡锦涛，都是受毛派的威胁啊。 但是共产党处理薄熙来，又把下面的贪污腐化，现在薄熙来就是毛泽东旗帜，要打倒温家宝，打倒胡锦涛，打倒习近平。据新纪元周刊报道，自1999年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后，江泽民硬把政法委书记罗干、周永康先后塞进政治局常委，随后政法委权力急剧膨胀，打造成第二中央，使胡温长期处于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局。 胡温也因此背了不少江西的黑锅。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划破表示，由于胡温受到江西的钳制，而老百姓们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心怀怨气，江西则反过来利用这点给胡温施加压力。当初老百姓骂他们只说的好听，不干实事，等等等等。其实对于胡温来讲呢，也是很冤的，因为他们想干也是干不成，最起码来讲。 手底下的一些人不是他们的人，跟他们处处上板调，所以他们也是很无奈。不过，评论指出，胡温本来看似无法解开的死扣，却因为王立军的突然出逃和薄熙来戏剧性的垮台等突发事件所解开，使得胡温在临近届满的时期，终于掌握了控制局势的主动权。 华坡分析，胡锦涛很可能借着十八大换届的机会，形成“习掌门”“胡班底”的局面。因为评论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胡温大可剑指政法委，指导江系老曹。而邓玉文的文章最后还指出，胡温的继任者需要有危机感，去解决胡温遗留下来的问题。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权则认为，即使中国现在民主化了，但人心堕落、道德沦丧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。刘英权说：“这一切只有在国人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后，追求真善忍，才能真正的使人心净化、道德提升，辅以民主和法治，才能得到根本解决，才能使中国像汉唐盛世一样，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。”